朋友们，咱们刚才讲了那么多关于分数加减法、分数小数互换的，对吧？那么接下来呢，咱们稍微换换脑子啊，说一说解方程。说到解方程呢，咱们常见的步骤有三大步，是吧？有括号、先去括号，然后呢是移项要变号，第三个是合并同类项，对吧？我稍微解释一下啊，因为你们在学校里学的时候呢，老师一般都是这样讲的。咱们举个例子啊，这个10加 x 等于13。对吧？然后呢，你们老师一般都会这么说，说这个等式左右两边同时加上或减去同一个数，等式不变，对吧？而我们在上课的时候呢，通常会讲什么？移项要变号啊，这两个东西其实是一样的。如果你在学校里去做的话，那么这道题可能是这么做：我为了得到 x，两边得同时减去10，对吧？那这边的就抵消掉了，那这边是不是就剩下3了？所以 x 等于3。是这样的吧？事实上呢，这一步啊可以不用，为啥呢？因为你想，这个我是不是可以认为是加数加数和的形式，对吧？你想求其中的一个加数，那 x 是不是应该等于和减去另外一个加数？这个减去另外一个加数是不是相当于把它移到那边去？你移到那边去，你把这个东西想象成一个桥啊，过桥就翻脸。在这边跟你玩的好好的，过那边去就说你坏话，人心险恶是吧？好，明白了吗？那同样道理，你看我再给你举个例子，你比如说这个3x 是吧，等于30，那实际上3x 等于30，这中间是不是省略了一个乘号，对吧？那你要想得到 x，那是不是应该把这个3移到那边去啊？把3移到那边去的话，那是不是就变成了30去除以3，对吧？过河就翻脸啊！你注意啊。原先是加号变减号啊，原先是乘号得变成除号，那 x 是不是应该等于10啊？那你看这个方法是不是好像比学校里边的要稍微快一些啊？它其实跟学校里是一样的啊，乘数乘数乘积，求其中的一个乘数，乘积去除以另外一个乘数，对吧？都来自于算式的基本含义，好呗？好，我不多说了啊，接下来做题。来瞅一瞅，看一看，瞧一瞧啊！第五题，啪啪啪，四个方程是吧？而且是带小数分数的，算一算呗。第一个，一起说啊，移项是吧？移过去就得到 x 了，x 应该等于再加一个，x 应该等于。6又20分之2，22分之2是可以约分的，6又10分之1，得了吧？这是第一个啊，第二个，同学们做一做吧，第二个等于多少？出来了吗？你要想做出第二个来，首先一个口算能力如何？75是不是25的倍数啊？25的3倍啊，所以这个地方应该是3/4。那么第二个，咱们写出来就是3x 啊，先把这个整体往这儿移，等于18又4/3减去6又4/3，所以3x 应该等于4/3，4/3，12，那 x 应该等于把3移过来。x 应该等于4，是不是出来了？好了，这是第一题、第二题，你看我已经做完了。那么接下来的第三题、第四题呢？自己动笔做一做啊！你竖个耳朵听，你一会儿睡着了怎么办？睡着了不要紧，万一你妈要在旁边怎么办？你妈就是一监工，对吧？监督着，啪，快学，快做。好，第三题、第四题做完了吗？我们来看一下啊，怎么走了呢？他为什么要走了呢？不想理我了。好，来看一下第三题，第三题还算好吧，一挪就行了。x 应该等于4又5分之1加上9又9分之2，对吧？整数加整数13，分数这里通分了，45分之扩大。45分之扩大5倍，
所以 x 应该等于13又45分之十，懂了吧？好了，这是第一个啊，不是这第三个啊，第四个呢？第四个还是看你的水准是吧？0.25其实就是四分之一，对吧？那么你要想得出 xn，这时候四分之一是得往这儿挪了啊，x 在这边啊，四分之三减去注意变号，这是四分之一，所以 x 应该等于四分之二啊。当然了，四分之二约分的话应该是二分之一啊。保持书写习惯，字母写在左边，数字写在右边啊。这个转换的过程你放在最后一步就行了，中间那些啊都没关系啊，中间 x 在左，在右都是可以的，好呗。好，那这是关于方程这一块，咱们简单说这些啊。对了，我得多嘱咐一句啊，咱们到了高年级啊，其实方程是我们非常常用的一个方法。那你必须在现阶段把这个解方程这个事情啊，给它拿下啊。后面列方程咱们还会单独讲，好呗。好了，不多说了，这道题呢，先讲到这儿。